欢迎我们的薇薇。是虾片那个，好难配。你喜欢我声音吗？谢谢。大哥带我在天上飞呀，来回啊。当时配完以后，我嗓子就哑了。非常棒，带给我们惊喜，带给我们感动。很好看，中国的动画里面很多细节我们以前没有看到，真的还挺感动的，挺喜欢看的。看完以后觉得多陪孩子这件事情真的要比其他中奖太多太多。您今天是不是去招聘了？没有啊。那您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呀？我的愿望就是想和成龙大哥学武术。我觉得是非常有能量的一部动画电影，希望小朋友们都可以茁壮开心的成长。见龙有喜，你今天见了两条龙，希望带给你们好运。电影许愿神龙票房大卖。嘿，丽娜，生日快乐。其实我想说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很想你。神龙，许愿吧，我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。你的愿望你决定，只要这是你真心要的。他在那儿。我们以前见过吗？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他好像完全没有认出我来。思琪，我尽量努力，努力的去成为大家的骄傲。我只是特别迷茫。未来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头，我老觉得生命里少了点什么。珍惜朋友和家人，就是解决所有难题最简单的方法。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们以前经常从这里抄近道回家。小龙龙，快来抱抱！这是幻觉吗？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本影城，请您尽快入座。你让本龙怎么坐呀？请您遵守相关规定，出示健康宝。坐好了。你这个什么宝？胆敢无视本龙，快给我出来！我来。好了。为了赢得全社会的健康安全，快戴上！请您在观影期间务必佩戴好口罩。怎么这么紧？观影期间，请将您的老李啊，调制你说你说没事，我看电影了，什么电影？许愿神龙，长得跟泡泡糖似的那个龙。感谢您的配合，祝您观影愉快。又想见老乡。两眼泪汪汪。吾乃许愿神龙，你就是我的主人呐、啊，所以呢，许愿吧。这全息投影做的挺真的嘛。本龙证明一下许愿规则：不可以杀生，不可以穿越时空，不可以借别儿女私情。是幻觉，现在跟着我练，我希望变成一个豪门公子。我希望、我把门踢穿了、我希望好了，你现在该许第二个愿望。我要许愿了，太好了！我希望。停！这得十几个愿望了，你只能许两个。哦，对啊。我可以帮助你跟心上人所悄悄话，哪怕是千里之外。你是说手机吗？此乃何等妖术！